大家好，我是蓝婷静，今天要一次开箱两种宝贝哦。第一个是中华汉服文化创意发展协会的会员赠品，第二个是十三女的铜雀立领对襟短袄哦。那我们开始开箱吧。第一个是会员赠品，盒子上面还有印协会的名字哦，整体设计很淡雅，非常喜欢，我一定会好好收藏它的。里面是一个漂亮的书签，很是精致，金灿灿的，令人爱不释手。上面有漂亮的雕花，小巧又精美，还有漂亮的流苏衬托哦。再来是一本精致华美的会刊，正反两面有两位身着汉服的小姐姐，是不是很美呢？想多了解些汉服的资讯吗？欢迎搜寻我们的协会哦。在这本精致的会刊里面，有许多关于汉服的资讯以及协会的历史。内容真的非常丰富，非常喜欢呢。两样都是很值得好好收藏的宝贝哦。接下来是十三与小豆蔻的汉服开箱，这次只有购入上袄，因为下裙其实不怎么吸引我，打算用蓝洛婷的马面裙来搭配。这件真的很美，有种虽然低调却有止不住的贵气感，让我眼睛一亮，一定要买回来收藏。两肩上的蕾丝刺绣像云朵般铺在两侧，两边袖子上的刺绣更是按不住的精美。是不是很漂亮呢？等不及想赶快试穿看看了。真的非常喜欢十三羽的汉服呢。虽然有点臭美，但是感觉像是哪家的贵女要准备出门去参加品诗或赏月的茶具。那影片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